理，是不是？刚才收拾的没清理，是不是？怎么咱们洗一洗？哎，得洗干净了，对不对？风向对不对？没有风劲儿，一点风没有。老手，那老铁跑哪去了？从不稀罕呢。我那老铁呢？那从不稀罕，你可别走啊！你得指导啊！光头不回家，一会儿回家。不回家你去啊？不是山儿不对，风向。方向不对哈。咱们应该是不是应该划个？一会儿是不是得向向？对，划。能划不？能划。这么划呗。哎，哎哎。这样行呗，是不？这就行了。哎，这样行了。哎，这回行了。这回瞅着还可以。这好。哎，刚才风向不对。怎么就这么烧啊？这么烧还行，对不对？瞅着还得劲儿。那烟囱，那烟正好。那刚才那位老铁跑哪去了？那个从不什么玩意儿呢？就是指导啊，对，从不稀罕呢，从不稀罕。我给这位老铁安排一下着，我给安排一下着。你可并不能走啊，你走了不会整了。啥玩意儿放出来了？咋的了？我进去了，我拿这手机看呢，看不过来了，公屏咔咔的。你们还开水烫，就烫熟了，还怎么做？对。炖一块儿是一块儿，对。欢迎南城大哥啊、哦！盼几年？我盼啥？盼嘚儿，盼的，盼什么盼？一天，说啥话呢？一天呢？我以为以前在饭店后厨看大厨做黑鱼都是用烫的。对呀，我们北方人做菜都烫，哎，都乐意烫。但是那个我三叔说不烫也行，听我三叔的吧。我晒熟也行，有点卡呀，人卡呀，没有，是人卡吗？这玩意儿，你们说我卡不卡？哎，老铁们，你们说我卡不卡？我卡吗？我很卡吗？不放油，先放油，再放花椒，把它一块一块的。我不想把它断开，我不想给它断开。我说我这人儿，我没说网。我说我这人不卡吗？人不卡有点傻，是不是？我这人不卡吗？我把手机拿这边来啊。我人不卡有点傻，是不是？有点傻，像大卡帽似的，对不对？负责烧火吧。这玩意儿咋整？不断开呀，断一段段的呗，断好了，断开，断一段段的，对，断一段段的，对，我上。